战争之矛，和平之盾，兵器世界，观古论今。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来到演播室两位专家是老朋友，卢吉明老师、白梦辰老师，欢迎二位。2021年年底的一次泰国军事演习当中啊，出现了相当罕见的一幕，有两种战车同时亮相，他们共同出击，成功的发动了一次两栖登陆作战，这是怎么回事呢？来看短片。2021年年底，泰国皇家海军陆战队展示了 VN-16 两栖突击车和 AAV-7A1 两栖装甲车的作战能力。参加演习的三辆 VN-16 两栖战车是泰国皇家海军陆战队于2021年5月刚刚接收的，是世界上现役最快的两栖突击车。而美制的 AAV-7 系列则是上世纪70年代开始服役的一款老式两栖战车。就在泰国皇家海军陆战队举行两栖演习的前一天，美国海军陆战队宣布，除紧急情况外，其现役的 AAV-7 两栖战车被永久禁止下水，只能参与陆上任务。美国媒体分析，出台这一禁令的原因与2020年发生的 AAV-7 两栖战车沉没事故有关。这场严重事故共造成9名陆战队员死亡。好，刚才的短片为我们揭晓了答案，原来是泰国皇家海军陆战队同时装备了 VN-16 和美国的 AAV-7 两种两栖战车，而且呢，他们在同一场演习当中同台竞技。短片当中也提到，就在这场演习的前一天，美国海军陆战队呢刚刚宣布禁止自家的 AAV-7 两栖战车下水，只能当旱鸭子啊。孟辰老师，这对于 AAV-7 的这个海外用户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实际上我们说 AAV-7 确实是老爷车啊，1972年开始问世的。而且呢，我们说美国海军之前也出现了几次比较严重的事故。你像2020年这次事故呢，当时出事故这辆 AAV-7 的车龄已经是36年。你想它这个车确实太老了一点。那么现在来讲 ,AAV-7 本身它的这个就是我们说停止下水啊，对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影响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因为美国海军陆战队自己呢公开讲，它现在有 76% 的任务是在岸上来进行的。而且它现在在逐渐的剥离重装装备，所以这块对它的影响不是那么大。但是对于其他一些买 AAV-7 的国家，你比如说亚太方向上，我们说像这个日本，像韩国，它都是 AAV-7 的重要用户。那么这些国家和地区，如果 AAV-7 同样的不允许下水的话，那么可能会对大家的这个两栖作战能力，那么会有很多影响。而且这里面可能最惨的是日本，因为日本的 AAV-7 实际上是2016年，它才开始正式的采购了30辆。它呢叫做 AAV-7 的一个算是翻新，或者叫做它叫可靠可用，然后可维护的这个翻新版本。那么这个版本呢，应该来说呢，日本方面一度对它还是寄予厚望，但是现在来看呢，日本国内短时间内可能据说也要对 AAV-7 做一个相关的这个我们说整个的验证也好，整个的一个试验也好，才敢看是到底是跟美国人一样选择不让它下水呢，还是说日本自己继续让相关的装备能够我们在水中进行这个行驶。所以呢，连美军自己啊，他都开始质疑 AAV-7 的这个安全性了，宣布他禁止他永久禁止他下水啊。所以难怪像泰国这样的海外用户呢，也开始寻求购买更先进的两栖战车啊，比如 VN-16。那么泰国此前的装备体系呢，我记得是以美制为主啊。早期在70年代之前，泰国主要的武器装备大部分都是美国的，像 M48、M60。包括这个 2AV 的这个两栖车。那么相信呢，大家心中会产生一个问题啊，像美国为什么没有装备和 VN-16 实力相当的新锐两栖战车，还在用上世纪70年代的老古董 AAV-7 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为您探究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先来看短片。 AAV 是两栖突击车辆的缩写，它的船型车体长约8米，高和宽约3.3米，战斗全重29.1吨，最大公路时速为72千米每小时，越野时速为24至32千米每小时。
当 AAV-7A1 进入水中后，由车体后部的两具喷水推进器驱动，也可使用履带划水前进，最大航速仅为13.2千米每小时。这一速度在暗防武器面前无异于一个活靶子。美军曾研发了一款采用滑行艇原理的 EFV 远征战车，最大水上速度可达46千米每小时，但因为过于昂贵，远征战车项目在2011年下马。VN-16两栖突击车最明显的特征是在车体前有一具可液压伸缩的防浪板，可以在浮航时有效降低水流对车体的扰动和阻力，还可以根据海浪的高低来自行调节其前倾角度。其采用的液气悬挂式履带可以向上收进车身，大幅减少车体进入水中的面积，从而进一步减少阻力。VN-16的水上航速达到25千米每小时以上，在四级海况下仍然能够正常行驶。好，刚才的短片呢，主要为我们介绍了 AV7 和 VN16 这两款两栖战车的机动性啊。VN16 呢，在水上机动性这一方面，毫无疑问优势非常的明显。同时呢，刚才短片当中也特别提到了，美国当时确实是想研发一款接替 AV7 的新装备啊，也就是 EFV 远征战车，但是后来呢，这个项目下马了。实际上我们说 EFV 它在开始提出来的80年代，它其实提出相关概念了。但是那个时候呢 ，EFV 有一些应该现在看来都是有点过高的要求。你比如说，它一个是它要叫地平线外下水。什么叫地平线外？就是美国海军当时判断，如果要保证两栖攻击车辆，尤其是两栖整个的编队的安全，要保证这个车辆下水距最后滩头之间的距离大概25海里。就是它叫地平线外下水。那么另外呢，就是要求这个 EFV 远征战车呢，它拥有跟 M1 相当的地面的机动能力。那么我们说这两者之间实际上是有矛盾的，对啊，因为你在水上面长时间的高速行驶，而且要求它的航速，水上航速25节，这个速度其实很高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对它的发动机的要求，你比如说当时它的发动机的功率，据说一定程度上跟 M1 是同一等级的。那么现在很多主战坦克才1500马力的等级，你说它的这个发动机很强，而且呢，它的整个的这个防御性啊、火力，当时美国海军陆战队给了一系列的要求。但是等到2000年以后，美国海军陆战队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就是随着反舰导弹这些暗防作战装备水平的提升，25海里这个距离不算个距离了。那么你的整个编队想要保证安全，25海里不够。所以呢，那么原本所谓的地平线外下水能够保证安全这条大前提不存在了。而且我们说再加上你提出它的地面的防御能力要跟 M1 差不多，后来又增加了比如说是这个我们说足够强的防御能力，防地雷反伏击啊一系列东西加在最后，你会发现这个车特别贵，它甚至一定程度上超过了 M1 这样的主战坦克的价格。所以等到美国海军当时叫停的时候，实际上原本它计算最后拿到这个战车要120亿到150亿美元的预算投入，最后我们说虽然下马了，但是也差不多花了20-30亿。这个钱其实那个时候让美国海军陆战队甚至整个美国军方都觉得这个钱我花的不值。那么怎么办呢？那么就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公开讲说，我不要这个战车，我不要这么贵的，你把钱给我，哪怕砍一部分给我，我把 AAV7 的整个车族进行翻新升级，升级改进，这样的话呢我也可以满足需求。这个是当时美国海军陆战队和美国军方的一个共同要求。总的来讲，其实就是战场环境变了，那么车呢又加上了太多这个过高的指标，那么导致成本太高，所以我们说最后美国方面只能把它下马。这个水上行进速度的提高，为什么说对于两栖战车来说很重要呢？水上速度高低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实事求是的讲，两栖装备在海上速度快不是为了飙车，它是为了作战。那么渡海登岛，登陆艇把两栖车放下来要求多少呢？离岸1公里，也就是登陆艇离岸1公里，两栖装备卸载去下水抢滩了。那么1公里咱们就算一算了，如果它是履带滑水，大家想一想，这1公里正是敌人打击它的一个时间窗口，窗口。那么你10分钟、4分钟、2分钟、1分钟，你说哪一种越短越好？所以
它的航速快的目的是为了抢滩的时候缩短这个被打的这种时间，减少被命中的这个时机，所以它在水上航速越快越好。啊，明白了。好，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个水上速度对于两栖战车的战场生存的重要意义啊。那么 VN16 的水上速度呢，比美军的 AV7 我们算一下大概快一倍还要多，而且两者的性能呢也就高下立现了。但是光有速度够不够，应该说还是不够的。下面呢我们来看一看火力方面。AAV-7A1 的主要武器是一挺 12.7 毫米 M2 重机枪和一挺40毫米 MK19 自动榴弹发射器，它们都位于车体右侧上方的单人炮塔上。 AAV-7 的 M2 重机枪备弹1200发，于1933年投入服役。MK19 自动榴弹发射器备弹864发，实际持续射速每分钟40发到60发。VN16 的主要武器是一门105毫米低后坐力线膛炮，发射脱壳穿甲弹时可在2000米距离上击穿500毫米均质钢装甲，还能发射激光制导炮射导弹。VN16 能够在三级海况下航行时发射主炮。VN16 的辅助武器是一挺 7.62 毫米并列机枪，以及一挺位于炮塔顶部的 12.7 毫米高射机枪。好，刚才短片为我们介绍了 AV7 和 VN16 两种两栖战车在火力方面的性能比较，二者火力上的差距好像还比较大啊。孟晨怎么看？因为我们说美军呢，在 AV7 上也好，包括 AV7 后续的这个装甲车辆也好，一般来讲就是火力的上限就是40毫米自动榴弹发射器 MK19， 他觉得差不多就够了。那么为什么说够了呢？一个是美军考虑啊，他在这个抢滩登陆的时候，你就算装上这个大口径的装备，那么比如说甚至我们说比如25毫米的这个自动机关炮，那么它跟滩头能够执行打击的火力相比还是处于一个绝对劣势。而且我们说再加上你的这个车辆在水上机动的时候，你很难做复杂的机动动作，所以呢这个时候他美军认为就是个靶子。所以他认为这个 12.7 毫米机枪和40毫米榴弹发射器的这个配比，在滩头去打击一些这个轻防护的工事也好，包括呢在这个抢滩登陆过程中提供一定的火力支援也好，基本上也就够了。而且美军当时呢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 AAV7 上面装上一个较大的炮塔，装更大的口径的武器的话，那么它本身的这个抗浪性会出现极大的问题。现在的这个大的炮塔据说已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的安全。你像2020年12月份的时候，这个 AAV7 的严重的这个事故，其实当时就是美国海军后来发现这个一个是车内的密封有些地方因为安装啊维护的问题出了问题，更重要的还是因为浪的高度超过了 AAV7 当时设计的能承受能力，所以这样来讲它很快车辆就沉没。这个呢就是使得美国海军认为呢，我干脆还是在火力上面维持一个较低的水平，以这个较低的火力来换比较强的生存力，包括它的这个车辆的尺寸啊，包括水上行走能力，这个是美军当时的判断。好，所以这是美军方面的考虑啊，它并不需要有太强的这个火力，对吧？但我们看到其实 VN16 的火力上面明显要强得多，对吧罗老师？ VN16 的一个105炮在世界上来讲火力最强，可能大家觉得啊，不就105线膛炮吗？可是很多同志不知道这个105线膛炮远远的要比其他的国家的105线膛炮能力要强很多。哦，为什么？它补了一种新弹，就是这个新弹种能够使105炮达到125炮的穿透能力。哇，那好厉害啊。看来在这个火力方面 AV7 可谓是完败啊，不仅火力贫弱，而且车载武器呢也是有好几十年历史的老武器。那么 AV7 和 VN16 两种两栖战车在装甲防护方面的性能比较又是如何呢？我们先来看短片。 AAV7 系列两栖战车的前身 LVTP7 的车身由铝合金焊接而成，防护能力较差，车身侧面可以被 7.62 毫米穿甲弹在300米以内击穿，
升级到 AAV7A1 后，加装了以色列研发的 EAAK 波纹型附加装甲，采用高强度钢、橡胶和软钢三层复合构造，可抵挡14.5毫米高射机枪子弹。但面对20毫米以上口径的机炮和 RPG 火箭弹等武器，则无能为力。VN-16 两栖突击车的车体同样由轻质铝合金制成，可抵抗25毫米穿甲弹的攻击，还能加装复合装甲，进一步提高防护能力。除此以外，车体前的挡浪板在陆战时可以缩回，能起到附加装甲的作用。好，从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能够看出啊，虽然 AAV7 和 VN16 呢都是铝合金制造的两栖战车啊，但是呢 VN16 在防护性能上明显会更胜一筹啊。罗老师能不能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像两栖战车这种装甲车辆，虽然它的战斗权重呢也超过了30吨，但是这个装甲防护比30吨级的轻量化主战坦克呢要薄弱很多，那么两栖战车上了战场之后，它怎么保证自己的战场生存能力呢？首先，第一是尽量不要被敌人发现，其次被发现的时候尽量被击中，第三个击中的时候尽量不要被击毁。那么两栖车在水中啊，它是飘忽的，所以首先是不容易被人击中的。其次 ，VN16 本身它是外贸车，所以你根据需求可以增挂各种防御系统。但是 VN16 两栖突击车又有和别人所不一样的东西，什么东西呢？在搞这个车研究的时候啊，就有人想出了非常高妙的办法。第一，两栖车吧，它是在水里边的，对吧？好，就在两栖车的四周安了一圈水管，水管上头安了好多喷孔，这样的话高压泵一打，喷孔从这边往上喷水，形成一个水幕，水幕这边飘到这儿，这边飘到这儿，就三周都有水幕。那水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水幕就起到第一，远的你看不出来，跟浪是一样的。其次，红外线打不进去，就红外线，就是你我打它，它有一道水，它一道水是等于是个水幕，对水幕，红外线打不上，打上它不吸收，因为水幕呢它是个水柱嘛，在高速打上的时候它是不动的。所以呢它还能起到一定的防御作用。的确是个非常绝妙的方法哈，利用了这个两栖装备在水上的特性，然后用水呢来做一些文章啊，很高妙。那么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美国海军陆战队现役的 AV7 两栖战车已经很老旧了，而且它这个防护性能呢也是饱受诟病，而它的继任者 EFV 远征战车已经下马多年。那么现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打算用什么装备来替换 AV7 呢？伊维克公司呢之前实际上参与了美国海军后续的这个远征两栖车的这个相关项目，它现在的这个重选这个型号我们叫 Super AV。那么实际上 AV7 呢在2016年的时候它有一个 AV7SU， 就防护升级版。当时这个型号后来呢并没有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内部推开，但是它的逻辑实际上很清楚，一个是 AV7 在研制的时候没有考虑比如防地雷反伏击 IED 的威胁，它没有考虑。另外呢就是 AAV7 当时在这个装备部队的时候的很多的装甲防护技术，包括我们说陶瓷装甲啊这些，其实都没有升级，所以当时美国的这个相关的单位呢就搞了一套升级的系列。那么那个时候比如主要的比如46块当时它有浮力的陶瓷的附加装甲，那么就可以一定程度上让它的防御能力得到一个全面的提升。现在 Super AAV 呢它实际上是轮式车辆，所以它基本上是采用了防地雷反伏击的整个设计，卫星船底啊，包括我们说一些这个地雷爆炸之后，它能够把这个很多的爆炸冲击力泄出去。你比如它轮子可能会飞掉，但是车辆内部的这个装甲防护单元内部人员是不会受到太多的冲击。这个实际上都是一些新的装甲防护的一些新技术。另外呢，就是复合装甲啊这些技术呢，使得它的这个防御，比如敌方的这个14.5毫米机枪的能力有了一个极大的提高。总的来讲呢，就是美国海军对 Super AV 的防御力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更多的美国海军对它的要求还是在机动性，包括在它的抗浪能力这些方面。那么防御这个水平呢，就是美国海军基本上认为保持现在跟它的主流的轮式高机动车辆持平，其实就差不多够了。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从多个维度对比了两款两栖战车 VN16 和 AAV7， 同时呢也聊到了 AAV7 曾经的以及后来的两个继任者啊 ，EFV 远征战车就下马的那个和最后的这个 Super AV 轮式战车。那么通过对比呢，我们不难发现 VN16 的性能确实称得上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履带式两栖战车之一。这点呢，其实连美国媒体也不得不承认啊，在两栖装甲部队的建设方面，美国海军陆战队呢，如今已经被甩在了后面。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到来，也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